Mm hmm.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看一百一十四页，执心者虽有。前面呢四个地方被阿难啊怀疑的地方被佛陀所破，所以阿难没办法，又找第五个地方。 执心则随有。说阿难言：“我常闻佛开示示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说此。 即心在随和之处，随和就是随那个因缘而显现有那个心。现在、啊、阿难呢，已经四个地方被佛陀所破，所以未敢再成己见。 所以底下三个地方呢，都是引系教。系教就是过去佛陀所讲过的，叫做系教。引用过去佛陀自己所讲的，以为把柄，来当作是阿难的立足点。 无奈多闻人，也是阿难啊，他是多闻第一，帅皆文言魅意，听到了言说，却不知道他真正的义理，不晓得佛的知见是什么。 这殊不知，细说过去所讲的，心法护身者，以诸法本无。诸法它从本以来，更古以来常自即灭相。啊，如来者及诸法如意，也就是诸法本来。 就是毕竟空，由心故有,有，由心这个心是啥意思嘞？这个心就是动念，因为动到意识心，所以不知道如幻的境界，以为实有。 这心就加了一层执着，加了一层分别，起种种的颠倒之见。所以由于动念，所以就有种种的法产生。而这个动念、意识心，也是本来就没有的。 一识心是清净心一念不绝所幻化出来的。当我们入禅三昧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的动念都不实在的，都是多余的负担，因为诸法本来就空，这心也是本无啊。那么因法故有，这个一识心。 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而因为这个法，也就是指外境，啊，是因为外境所勾引出来的烦恼心、无名心，其实不存在的。这佛陀这句话重点在哪里？心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种种有法生故种种心生。这个重点在讲什么？重点在。 讲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这一句话就是这全是这一句话，就定义就是这个道理。由于你动到执着、分别心、意识心颠倒见，由于你动到这个烦恼心，啊，心生故，所以种种的法就知为实有，外在的法就知为实有。 像只只有六跟六乘六四，以为是实在的，由外在的法身境界引出来故，所以会继续的往外追求，因此种种的心生，种种的心生，所以一个是由内无名动念而攀缘外境，叫做由心生故种种法身。 另外一种角度是从外境而不觉察，然后引起内在里面的起心动念，叫做由法生故种种心生。那么不管是由心生故种种法生，或者是由法生故种种心生，这个在强调什么？强调那只是缘起如幻的不实在的意识心，它根本就没有。 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前面两句心生法生，明法不自生，啊，法不自生就是因为你动念才生，啊，诸法不动念，万法无咎，从心而起。后面两句呢，法生心生，明心不自生，由法而现。 正显心本不生，法无自性，二句无体，这个就是重点。缘起无自性，就是告诉你就境意就是没有体性的，没有体性就像虚空花、水中月、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诸法本身就没有实体可得，乃是心法皆空的宗旨。 那么我们就悟到了“学即是菩提”的道理啊！此四句通大小圣，所以佛常说“阿难常闻”，而小圣教的啊，而小教指六世为心，六世就是言而必生生意，六成为法，少谈第七世跟第八一事。 所以，观点云由内心而攀岩外境，境随心起。所以说，心生法就生。这意思就是，心生就是心若动念，则诸法就生起。换句话说，诸法生起是唯心所现。 由外境而激发内心，心足境现，故曰法生心生。一切的众生都是过这种日子，呃，唱歌啦、跳舞的、喝酒啦，啊，都是由外境着境以为实，以为那个是实在的，不知道那是生灭无常，那是缘起缘灭。 诸法本来就空，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由外境而激发内心，而内心无名，没有智慧，因此就追逐了境界，种种的假象，所以叫做法生、心生，是由于外在的境界勾引内在的起心动念，所以这个通通是指相辅相成、互为一元的。 这大圣指第八世为先根生器界种子为法，根生根器界，这个是显现的一种果报，种子呢是隐藏在第八意识当中的，所以种子会起现行，因根生根器界，这是果报啊，根生器界。 六根六尘会引六事，又新息又变成种子，这种子又起现行，现行又新种子，所以无论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其实都在第八意识里面活动，所以我们称为八识田中，或者是称为八识，啊，一个大海，把第八意识比作如大海。 前期是的，比喻说波浪。前期是所有的波浪的作用都不离大海，不离大海的，大海的水。所有大海的水可以起种种幻化的啊，浪潮。换句话说，换句话说，你今天所有的情绪变化、职责分别，其实没有真正的东西让你分别，是你自己依报。 正爆所显现的假象，你错认它；所有的起心动念，其实还是你自己的心，还是我们自己的八十田中。所以根深七界种子违法，由业识动过诸位，这个业识就是极为细的动念，很难去觉察。我们不要说像佛的。 这样样的境界，我们叫晚上休息睡觉，几乎都难以控制了。哎，连晚上休息睡觉，我们那个意识都控制不了，更不用说大菩萨的境界了。那种能了解最维系的地方啊，转本有的智光为能见的见分啊，因为。 本有的智光，它是平等见，平等的见。但是呢，我们变成了我知的见分以后呢，是为能见的见分呢，就加一个我知跟法知了。这个见分就变了，就像戴了一个太阳眼镜看这个世间，全部都是黑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出去的东西，没有一种东西不以自我为定位。 而染污的清净心，无一时、无一刻没有我执，无一时一刻没有法执，它一直存在。所以为能见的见分一能见故，因为它能见，就妄现境界相分。为什么叫做讲妄现境界相分？为什么讲望，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 它是缘起缘灭的空无自性的相分，所以望现境界相分。简单讲，就是缘起缘灭的假象没有透视过。因此，我们起精神作用一能见故，就是当我们起精神作用的时候，却不知道外在的境界也是我们心所影现出来的。所以，就是自心取自心。 非幻成幻法，就是这个道理。此则法随心生，复由境界为缘。你所执着的境界，有依靠这个境界不实在的境界，怎么样？起自别分啊，起自分别。这个自分别，也就是指分别心，不是起智慧这个智，不是智慧的智，这个智就是分别心，起自分别。 决心相续，这个决心是指分别心继续坚持下去，就执取记名。记名就是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缘起缘灭诸法的幻化相，通通出来。世间不是追求名的，就是追求利了，啊，追求一个头衔呢、啊，是不是？ 哎，是、啊、身后七转世啊，身后就是生出了后面的七转世。第八世我们称为根本意识，根本是呃一的第八意识的根本，所以后边产生出来的称为七转世，七转世也就是一根本而转。 也是你怎么转，它就是不能离开第八意识。所有的意识的活动，通通在我们的自心当中。你生气，也是你的心；你今天慈悲，还是那一颗心；你今天起嫉妒，还是你自己的心。如果我们能能够理解“若能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回心照。我们如果也能够体会这句话，那么。 意思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心的问题。看你动什么念头，痛苦的还是你自己呀、啊，快乐解脱也是你自己呀、啊。了解了这个，我们就很清楚的明了，降服自我、超越自我是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因此，真正一个大修行人，他二六十中通通在降服自己的。 才不会去管你什么事什么非的，你的生死他才不会啊替你这个挂碍的，哎，他自己的生死啊最重要的。我不是说告诉告诉你说学佛学这个字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学佛的初步功夫是一定要控制自己，要学习降服自我，啊，把别人的生死是非统,统统放下。 你这是修行的第一个步骤。你如果你有能力，那么用行为或者是语言文字去感化或者是度化，讲经说法，这个又在后面的工作。前边儿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做降服自我的工作，那功夫以德服人，是不是啊、哦？底下此则心随法生。 正脉云，就是楞严正脉。经阿难失子，失掉佛的宗旨，不明了佛意，反正，反过来，啊，而反过来证明什么？圆心有体有处，圆心在旁边写，就是万事心，就认为那一颗攀岩能攀岩的心。 有有实质体性，有一个处所而活动，一直破斥它，说无处也无体，是在比心法偶合之处啊，法就是境，在那个心境偶合就是一年汇合的地方啊，认为阿兰就说心就是存在在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执执心之所有哦。 一年生的时候，哎，心显现的那一念，就是就是心了。因为阿难说，佛已经讲嘛，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那个时候升起的、缘起的那一念，就是我们的心。可谓迷之甚矣，是迷佛道严重。说我今思维，即思维体使我心性。我现在思维啊。 我尽思维，尽思维体，使我心性。随所何处？心之所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说我现在思维啊，既然心心生故种种法生，有法生故种,种种心身，我现在想到了，现在能思维的这个思维的体，哎，它还加一个体呀、啊，就表示有体呀、啊，使我心性。 随所何处，认为有一个处处所，心之所有。那个时候，心显现的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心啊。心就在这儿，缘起所显现的那颗心。啊。那你的意思就是，根尘缘起的那一刹那，耦合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的心啊。那也不是前面所讲的。 内外中间三处，此是实体标出，以思为题，认作真实心性。注意加几个字更清楚：以生灭思维之心为题，叫做以思为题，认作就是误认为误认作。中间加三个字：不生灭，真实知。 心性，所以以生灭思维之心为体，误认作不生灭真实之心性，并不知思维，也就是缘尘分别的妄想心，乃非真实心性。啊，所以一般众生看到什么找什么，就认为那个是心。佛陀说，那刚好是妄心。 我们用的就是忘心，所以修行不能成功。可见明本心、见本性有多么的重要。佛陀一生一世就是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的之见。佛一辈子活的活下来，为了众生就是这一种工作，开示悟入。 佛的自见，要侮辱佛的自见，必须要明心见性。佛的心不生不灭的清净心，都体会不出来。我们怎么成佛？怎么修行呢？正下文所谓“犹如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止，贼就是意识心，为止，悉如原场，原场就是清净心。 不生灭的清净心，就是原厂本来的永恒清净心，所以受这个轮转。简单讲，轮转的根本就是意识心。刚好我们就是错用心。谁所何处心则谁有者？谁所合合法？合以合法？ 心则随合法而有，唯心在之处。现在阿难将来有体，又有一个地方之处，而之处亦非，也不是内，也不是外，也不是中间三处，因为内外中也被佛所破。此去要总托前边的过失，是第一番实生。 同济在内，十生就是十类的众生，皆即知心在内。第四番见暗名为见内，昨天讲过了。见暗就是闭眼呐、啊，闭眼见暗名为见内啊。那么眼睛就有反观的能力喽。 第二番识居身外，以为我们的心是居住在身体的外边儿；第三番心潜在眼根当中，今非此三处，当可总托前面之过失。岂知心与法合，法在外，而心也应。 在外咯。对吧？何得谓非三处也？怎么能说何得谓？德位怎么能说非不是？啊，三处，三处就是啊，内外中。哎、啊，如果你的心跟法和法在外，你的心也应当是在外咯。为什么？怎么能够说？ 不是这三个地方呢？出阿难，即心随和，随有境。底下是如来破其无题无定，无定就是无定处啦，无定题啦。一百一十六，佛告阿难：如今说言。 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合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则则十九界。 因七成何，是亦不然。师、呃、傅解释一下，今天的课程会越来越难。佛告诉阿难：如今说言，有法生，故种种的心声随所何处，随着因缘。 在一年处所显现的那个时候，心则随有。啊，佛陀说：若这个心无体，则无所合。因为心要有体性才，才才有合了。心如果无体的话，啊，就无所合。若心无体，心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我们知道。 六跟六乘六四只有十八届，没有十九届。因七层和我们都知道，六层外，另外有一个五体的七层，第七层。十九届，也就是十八届以外，另外有一个五体的十九届，没有体性的十九届。因七层和六层外，另外。 又有一个无体的第七层，这那就像龟毛兔脚了，意思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当然不能合了。乌龟没有毛了，是吧？兔子也没有脚啊。龟毛兔脚根本就不存在的，就四心无体则无所合嘛。而是合要有体性才能合嘛。所以。 你讲的如果是无体，那么就变成超越了十八界；另外一个一种不存在的，像像龟毛兔讲一样的啊，第十九届还有超越了六层以外，有一种如龟毛兔角不存在的第七层，这样能合吗？因为他没有体性，是亦不然，这个当然是没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因为事情如果没有提，就是不存在了。 不存在怎么能和呢？前面阿难所引的四教心法护身四句，其意但起后面两句。以前面两句新鲜有，不可说谁和谁有啊，因为你心先动念嘛，所以佛也但啊一但叠叠就是依依照。 啊，只是依照后边两句，由法生，故出于种种心声也就是说由境界引起你内心里面的动念，就是缘起而引起你的意识心，啊，是这个意思。法生心生，意思就是由外境的缘起境界引起你的意识分别心，种种的意识分别心一直起现行，是这个意思。 此心本无体性矣，因为本来就是幻化的，不实在的。无体则无所合，而且根尘是三必各有体，各有体性。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各有体性，是站在缘起某一个时间、空间的短暂因缘所承认的。 有时空性的叫做有有实体性，知道吧？无体有两种，啊，无体有时候是前世究竟无自性讲无体，无体有一种前世如同龟毛兔角，连体性都没有，如同龟毛兔角。所以佛在讲经说法。 不是明眼人还分不清楚的，讲这个注解没有悟到，还分不清楚什么。有时候讲无体，有时候讲有体，所以在这个时候讲根成是三，必各有体性，三六合成十八界。我举个例子，譬如说眼睛确实可以看，耳朵确实可以闻，花的确是香。 这个就是姑且承认缘起的时空性，让它存在，让它存在，所以叫做有体。眼睛、眼根呢，确实可以看呢、啊；境界、花确实存在啊。眼根攀岩花，心起欢喜，确实有意识心呢、啊。好，如果我们将它就近出。 眼根就近处，空无所有；花讲到就近处，空无所有。这个时候也讲无体啊，无自体性啊，哎，无自体性啊。就近处眼根无自体性，就近处花无自体性，哎，对吧？就近处意识也不存在啊。好，在现在某一个时间跟空间里面，承认有。 我从出生就有眼睛啊，一直到死亡都眼睛都在作用。就这个时空性来讲，它存在，所以讲它有体性。花从种种子长出来到凋谢这一段说，说花的确有存在，哎，这个时候讲有体性，知道吗？所以站在缘起短暂的时空性。 讲三六合成一十八界，大家所能认知的、所能体会的，就这样讲。若无体而能合则则十八界以外，另有一个无体的十九界。这个时候是讲龟毛兔角不存在的无体啊，不是引起无自信那个无体呀、啊，啊，意思就是说离开了。 六根六乘六是有一种无体性，而呢，合者，那么就超越了十八界以外，另外又有一个无体的十九界六层以外，另外有一个无体的七层，第七层。与它相合，因为是新无体嘛，其有是理也？故曰是意义不然，这个道理当然讲不通喽。 啊！出以五体破尽。好、啊，师父再讲解释一遍。佛告阿难：，如经说言，由外在的发生，故引起你内心里面种种的动念。就在那个时候，你心就存在那个耦合之处，叫做随所合处。心随有，那个时候心便存在。心随有者，就是那个时候一年合合，你说那个心。 就是存在好，佛说那个心是是无体呀、啊，或者是有体。好，心破无体。若这个心是无体性的，是像龟毛兔脚一样不存在的，那么当然无所合了。啊，如果一个龟毛兔脚不存在的这个体性，而那合这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道理啊！超越了十八界。 跑出一个第十九届，不存在的第十九届，超越了六层啊！另外有一个啊不存在的第七层，来讲一年会合，这样道理讲得通吗？是亦不然，这个道理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这个是救心无体性，无体是不能合的。好，要讲有体性。 好，若有体者如，如如一手自自其体，如所知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若复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何见面？先解释一下，前面破无体，现在破有体。如果这个心是有体性的啊。 那么你阿难，如你如如以手你自己用手自制就是捏一下其体你这个身体，你自己捏一下你这个身体这种感觉啊痛痛稍微捏一下就是痛痛的感觉。如所知心，你所以能知的那一颗心，到底是从里面。 跑出来嘞？围从外入还是从外边跑进去，让他感觉痛痛的嘞？到底是身体内跑出来，让他感觉你捏这个身体的感觉是从身体里面感觉出来，还是从外面跑进去感觉的？围从外入，若腹内出。如果这个觉知心是从里面跑出来的？ 环见身中，就像你前面执着心在内，应该看到你身中的五脏六腑啊。环正环见身中物，哎，再加一个物，意思更清楚。环见身中的东西，五脏六腑，那么就是前面着心在内。若从外来，如果这个心是在外边儿，那么从外面来就。 先看到你的脸呢、啊，着心在外嘛，啊，先和见面，一定先从外面来，一定会先看到你的脸。此下也无从来，所以来是望，去是望。内出是望，外入还是望。哎，为什么？诸法本来就没有因缘和合的东西。 就是楞严经更进一步破二圣人对缘起法的执着了。啊，二圣人啊，是诸法因缘生啊，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佛为了破坏道的自然，或者是灭灭因果，所以世尊。 啊，只好用讲缘起法、因缘法来诸法因缘生来破除外道。那么休息，修行的到成熟的阶段，佛陀告诉他说，连这个缘起法都是方便说，缘起自信本来就空，所以更进一步的，我们呀要,要体会如来藏缘起和真如缘起。我们前面讲过，缘起法有有五种。 一叫做业感缘起，二叫做阿拉也缘起，三叫做如来藏缘起，四叫做真如缘起，五叫做法界缘起。所以能言《楞严经》讲的叫做如来藏缘起，也就是也就是说，所有的缘起法都是如来藏性所显现出来的啊。方便说有缘起，而所有的缘起其实就是心性所显露出来的，也就是所谓的真如缘起。因此。 楞严经就更进一步的，万法都是绝对，意思就是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六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哎，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讲本如来藏呢？也就是说，没有言其法了，就像虚空。好。 这个你听不懂，诸位，把笔放下来看看这里，注意听。你今天还没有来的时候，在座诸位，我们这个教室讲堂，虚空是这样子。诸位，你们今天来上课，占据了虚空，虚空有没有减少？没有，答对了。你们离开以后，虚空有没有增加？没有，是的。 本来就没有缘起法，诸法本来就空。讲缘起是对二圣人不得已破除自然的外道，不守因果生灭因果的法则。佛为了破除外道的思想，只好讲缘起。缘起无自性，所以因此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自性本空啊？自性本空的意思。 就是说你在家的时候，你的身体，你很清楚四大本来就空，空就是零啊。好，在座诸位，每一个人在家其实自信本空，空集合在一起产生空，这样讲讲得通吗？讲不通，对不对？零加零加零加零，空加空加空加空，变成一个大空吗？错。 所以，意思就是，自信本来空，来集合还是空，你就是不集合还是空。为什么？父母没有生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本来就无一物，知道吗？绝对就是绝对。讲缘起是佛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怕众生坏了因果相，坏了事相，不守因果的戒律法则，啊，胡作非为。 所以佛陀只好讲，那是你必须遵守因果的法则。因此，来的时候我们、嗯、没有嗯没有减少啊这个这个虚空啊，当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个教室的虚空也没有减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清净自性就像虚空一样，究竟如虚空，平等如法界；心性究竟如虚空，平等如法界。 法本不生，法本不灭，法本不来，法本不去，法本不增，法本不灭，这个都在强调什么？都是在强调，重点都是在强调，如来藏性本不生，本不灭，本不增，本不减，没有延期法的，知道吧？啊，那么讲延期，那就是方便说喽，是不是啊？ 哎，讲缘起就是方便说啊。讲究竟义，诸法本来就空，就是绝对。好看底下啊，这此下也无从来以破随和，随和就是缘起啊。因为前面破无体，恐其转计有体，所以复破言。 若如所知心是有体者，是持指心的体现，如其一手自治其体，此指身之体。智者念也。试看，如所以能之心，为父从内而出，为父从外而入。如果从内出，此心在内。 欢迎先见身中的福障。若从外来，是心在外。现在要入身，先和亲见如面，因为心由外面来嘛。今二既不见，则是无所从来矣。啊，所以来去生命精简，都是缘起，都是如幻，都是空无自性。 那么既无啊，从来之相，岂能随和？诸法从本来就没有来去生灭增减，怎么哪里有缘起？所以《楞严经》就更进一步喽，因为要成佛嘛，就要讲到如来藏心的究竟处喽。阿难言：见是其言，心之非言，唯见非意。 阿南说：“看到是那个眼睛，心加两个字，但能知，中间再加一个字，而非眼之功能。这样看得很清楚了，叫做心之非眼，就是心但能知，而非眼睛之功能。意思，阿兰的意思就是说，啊，心不能看呢、啊，看是指眼睛啊。” 唯见非义啊，就是令心把它当做看是非义，就是嗯，这样讲是不对的。意思就是说，唯见非义就是令心啊，唯见啊，说心看得到，这是没有道理的。看得到是眼睛，心但能知不能见，阿、啊、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唯见非义呀、啊，啊，阿、啊、难反而误认为。 眼睛是能看到的，所以阿难眼看得到是眼睛，心但能知不是眼睛的功能啊。世尊说啊，令心啊是见啊，这是没有道理的。心但能知，无所见。把心和眼分开来讨论，而阿难却认为眼才能是真正的见。 因闻内出，若心从内出，还见身中物；如果外来心从外来，因心看到自己的脸。阿难，以心能觉了，但名为知；言有照明，方称为见。把心跟眼，啊，这个知跟眼呐、啊，分开来讨论。故言。 见是其眼，见是眼的功能，眼家的功能。心但能知，而不是眼，不可以责不责难说啊。心令见，不可则心令见，啊，不能说啊心让他见呐、啊，啊，心是能知啊，不是眼的见呐、啊。这是阿难的见解，故曰为见非意。 不知眼不能见，是因心才有见。观佛的比破便知，此阿难认肉眼为见，更反列于认识。日就是意识啊，认识唯心而更糟糕。你认识唯心，哎，还比较接近，当然也是不对咯，现在认认肉眼。 唯见更糟糕，反而更差。一眼有坏故，少着稍微着了灰灰灰沙即不能见，眼睛稍微一个。